最近一首歌唔使话好，唔系我知道大家好想翻屋企，哦唔系，今次其实咧呢一个节目系非常之好嘅，因为好少喺香港嘅电视机嘅节目里边可以讲一啲。用 documentary 嘅方式，一路特輯嘅方式去介紹音樂人嘅一啲左樂嘅過程，或者係佢哋自己本身經歷嘅嘢，或者係歷史咁樣。咁好多時候嘅音樂節目都係好快餐咯，即係都係問你啲問題，就係話將專輯幾時出啊？咁我記得幾多月出喎？將專輯就出完都係咁噶啦，都係嘅，咁就俾佢播首歌，然後就可能拜拜，咁啊下一輯嘅朋友再見咁樣。 咁但係今次呢一個節目，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睇法。咁就希望到時候誒十月門徒出街嘅時候，你哋都可以多多去支持咯。咁咩除咗我哋之外，仲有11個，係今日我哋十月11加1係12啊嘛。OK，仲有11個，我哋13個。你想中唔中間呢一個觀眾啊？呢個計數非常之精準，13+1咪12咯。 啱啱，咁啊，系咯，多多支持呢一个节目。都今日系衷心多谢你哋嚟到呢个蒲吧去。其实今日呢个好有，唔知我觉得好有意义咯。喺一个电视机嘅节目里边，去介绍香港而家呢个音乐系不断喺度孕育紧一啲乜嘢。送俾你哋一首关于梦想嘅歌。 最后一首歌。梦想依旧黑暗仍然酣畅，仍然大声高唱，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幻想，趁现在追赶失神方向，曾怀着身体的信仰。 千次万次跌伤，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，明日那个幻想，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，踏上这道墙，两步，爱飘散，小心失散。 Oh,
谁又能够你的丑陋？